嘉义县政府牵手大塑形机构提供爱心公费床，照顾经济专业照护的个案。财团法人台湾省嘉义市圣方庙甲福祥永和中心做伙加入公益的行列，分别赞助善款以及提供床位，以公私合作协助民众伫厝安老、伫家养老。目前嘉义县已经有31间的机构提供108张的公费床位。县长翁正良前往福祥永和中心颁发感谢状，感谢机构以及县方庙的善举。嘉义县社会局指出，部分的时段经过社工的评估，建议需要接受24小时的照顾。也有民众申请托育养护补助了后，有关无法度负担自付额，种种的情况，致使生活安全议题以及照顾的问题浮现，因此由公部门配合机构公费床位，协助连结爱心善款，不足些朋友获得妥善的照顾。目前全县的108张公费床位，其中13张由福祥养护中心。把社会局啊，现在大概在推所谓的公益床，那公益床基本上啊，就会结合很多啊民间的力量一起来。那为什么会有公益床啊？大家知道，实际上很多的安置，那这个安置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，一个是在申请政府的补助，那当然政府给伊的钱啊有限啊，所以其他啊入来到机构啊这个根本无够，啊无够就变作咱爱家己出。啊，但是了解起来，一个无能力通出这个钱，啊，所以就变成民间啊各种力量，那必须要来做协助啊。那个维系他没有符合社会福利的资格，啊，但是实际上啊了解起来啊，他确实有需要，啊，所以政府没有办法去支出，那就透过民间来做处理啊。那这次我们特别来我们城隍庙，那连续啊2年一共赞助了180万。然后来帮忙这些无力负担的人，啊，咱的福松，那他自己开养护机构，那他特别提出来，那不用再加钱，那直接啊增加的部分由他们吸收，啊，我想这个都是公益的一部分。那现在嘉义县一共有100多床的公益床，那我们希望透过各种公司协力，能够帮忙有一寡需要入住到机构，啊，但是能力阁无够的人，啊，会当透过嘉义门城。也当好大家啊，也当安心入住，啊，也当在他老年终老的时候，那不至于啊过了啊非常凄惨的生活啊。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打拼，所以今天很高兴，我们看到各种机构啊，包括各种单位一起来协助嘉义县政府来完成这样公益床的工作。那再次谢谢城隍庙啊，跟我们福松啊养护机构啊，底下大家感谢。温正良指出，社会上有一挂人虽然无符合申请的资格，但是实际上煞无力负担巨大机构的费用。透过公私协力，让这些人拢会当接受到妥善的照顾。感谢圣方庙甲福祥永和中心提供帮助，这些善款甲床位拢直接帮助到生活困难的人，或是多安心养老。新新闻中来行，甲议员采访报道。失智症是一种病，不是正常的老化，镜头不来记忆退化，甚至会影响正常生活。譬如讲，代志虽讲虽袂记，无头神，情绪无解稳定，个性变甲较猜忌，物件无去，唔知要安怎找顶顶的镜头。嘉义县失智综合照护模式提供对体检、早期发现、专程去照护单位一连串的服务。三不五时参加社区的活动，会当预防甲减慢生活功能退化，